辞掉的熬夜，刚刚被辞掉。大龙虾吧，肚子已经被掏空了，啊，剩下壳而已，真的蛮惨的。第二天而已，所以它这个壳里面没动，哎，这里面啊，吓死人了，它跑到脑子里面去了。两天就吃完了啦，对对对，超扯的，有几只在里面，我看看，哦。吃的超干净的嘛，对的。比去还强，那壳已经没有了，就剩下熬没有办法吃而已。熬比较硬吧，其他被吃光了。